穿喜欢的风格。哦，对啊，你喊过来啊。放网捕鱼。首先啊，先把网解开。衣服挂了，衣服挂了。好，走吧。其实单手也是可以放的啊，但是单手那个人要会操控船啊，要会操控船只。这有多长啊？这大概有个两三百米吧。两三百米。我们海上面的放网跟一些江啊河啊放网是不一样的哦，不是撒的，我们这个不是撒。我一开始还是以为是撒的。撒的也有，就是但是它是那种大型的渔船啊，一般啊，就是撒的比较多。拖网啊，我们这些是小型的娱乐性的一个放网的一个活动。如果说有游客想体验，可以吗？当然可以啊。一般这边能捕到什么鱼啊？很多种，都是杂鱼啊，沙剑啊，或者十九公啊、剥皮啊这些，啊，都是杂鱼比较多啊。大鱼的话，这种网呢一般是网不到。用什么做啊？虫，青虫。青虫啊。刚刚那个位置没有鱼啊，船长换了个位置，我们继续。下我们的渔网就在那里，这就是我们的渔网。你把量货？不知道啊，现在打鱼很难说的
是一条鱼了啊！哎，有一条鱼，这是什么鱼？三叔公，我们叫三星公啊。三叔公，三叔公。这一条呢？见他等等下来吃的咩？是啊，你在取啊？剥皮鱼，下面有一条，有一条，又一条。今天收获怎么样？今天有收获。今晚加菜是不是？对，今晚加菜。可以呀，可以。今天收获不错。好的，这鳕鱼。